下来看一下最后一个秘密是什么呢？都曾觉得别人的爸妈比较有，会不会这样觉得？我常常觉得别人家的妈妈为什么都帮自己的女儿做很好吃的便当，老是觉得别人家的便当比自己的好吃，别人家的钱才是钱。哦，就觉得说哦，家自己好穷，别人好像好有钱哦。对，外国的月亮都比较圆。我小一定会比一个东西，就是铅笔盒。对，还有书包，弹出来那种，绝对是要变形金刚的啦。对，以前那个星星知我心啊，你们没看过？有，胖子是他的，有，都准很可怜的铅笔，那种小天使的塑胶开盖的那一种，有没有？然后那个小孩就会说不要这个烂东西啊，同学都是那种按的会啪啪啪啪啪啪啪根本用不到那种，最烂的就是那种布，然后那种拉链拉开的，对，落地啊，要不然就拉链来换一下铁盒子，有没有铁盒子它走路都要咔咔咔咔咔咔咔，对，现在要一只一只塞，对，一只一只塞比较好。OK， 而且以前同学的橡皮擦都比较香，我就觉得他们爸妈比较好。橡皮擦，因为橡皮擦而觉得人家爸妈好。你都是有用到身价。而且后来我们会讲究铅笔盒里面一定要有镜子，就是铅笔有些比较好，有的会有镜子，然后你就看镜子说人家没有，就是哎我自己好像比较好。我也是，不是别人。那现在呢？现在也是流行那种按了会飘飘。现在是流行，就是像以前那种布的那种用拉。现在都已经复古了，超奇怪。所以有钱的人反而是会用那种拉的，是这样吗？对，你看，你看，时代就是这样。还有嘞，还有嘞。就是会觉得爸妈对自己都通常会比较严厉，然后对朋友的爸妈都很好。像你去朋友家，爸妈说：“哎，来来来来，哦，你这个很乖啊，就跟你很招待，然后就给你请你吃水果，或者是怎么样之类的。”就觉得别的爸妈，因为可能会比较会疼，就是对自己的小孩的朋友会比较照顾这样。对，所以都会觉得朋友的爸妈都比较好，然后都很喜欢去朋友家玩，对，很喜欢待在自己的家里，对，然后会常常拿自己的小孩跟说：“你看他们家小孩那么厉害。”对，对，对啊，超讨厌，讨厌的家长。被他打，你知道就好。除了朋友之外，就是自己家人会比，就是会觉得，阿姨的儿子很好，每年暑假他都要可以出国玩，没有多讨厌自己的亲戚的。我有，我爸爸那边的都是老师，都是出来都当老师。然后我那时候小时候念书比较不在行，我爸妈就是说啊，你看小时候不爱念书，你长大该怎么办？结果我现在当艺人，我已经活在这阴影下超久。我也是，因为我有一个堂哥是博士，他们都知道，他是博士，哇，都考一中啊，什么什么，我被长期都是长孙，哇，现在不得了，我当艺人啊，现在叫我宝哥啊，小宝哥。宝哥的威廉当艺人，第一位宝哥光宗耀祖啊，真的是又赚钱又买他了，赶快排队来我们签唱会来给威廉签名，整个地位拔擢到最高啊，我快比我阿爸还大。好，你们把艺人讲的好像得到诺贝尔奖一样了，你们是对人类做什么贡献吗？少在那边做什么得意的事情。乌鸦，我小时候有个切身之痛，对啊，就是那个。我就觉得别人爸爸比较好，是因为他们的那个健康教育的概念比较开放，然后我反而是比较封闭的。对，因为有一天我就发现那个爸以前都是看录影带，我发现爸爸那个录影带盒中有一个有标签特别不一样，然后它是空白的，我就觉得这个录影带怪怪的，然后我就来播放看，就是那个爸爸妈妈在看的影片。哦，结果呢？结果我就很好奇啊，然后就看完之后也不敢说，就把它放回原位，然后。下次又想要再放，结果放进去的时候发现那袋子卡住，卡在那边，完蛋了，那个是最怕的，完了完了。然后我就把那个自己拿螺丝起子把那个自己把录音机拆开，就拉都拉不出来，就整台都坏掉了，然后就被打了半死，就觉得别人，然后之后别的爸妈都是会发现的话会好好教导他的孩子说，哎，这是不行的，然后这个是。就是说小朋友是对啊，因为不能看 A 片，竟然是这样。对啊，其实也差不多啊。你看你们小时候也不准看这些乱七八糟的，对不对？好的，那重点我们今天聊了十个不能跟爸妈说的秘密。对啊，现在都是公开的啦，所以你们等着回去被痛殴吧。有些事情还是真的不要做啊，对不对？啊，我以为你说有些事情还是不要讲。对啦，有些事情不良示范，比如说作弊呀，对啊，或是偷钱啊，真的不好啊，真的挺欠揍。大家要这个要给我们这个电视机前观众好的这个准示范，好不好？是的，是的，我们就要在这里成功的退堂。谢堂主，谢小香，谢爸妈。
世家，世世家没有错，没有错。